好，阿带来五音了，拍起来节奏，拍起来节奏。再次的感谢大家的鼓励支持，感恩。来，小姐。再次邀请有空的双手，我们一起打打节拍，啊，热情热情。好，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《思念故乡》哈、哦、啊，我相信哈、哦，爱听音乐的人心拢是上水的
啊，若想到故乡，拢有一种真关怀，啊，真有这个这个温馨的感觉哦，吼。好啊，继续来，咱来演奏迄个国标，啊，佮有点一首。如果没有你，有两个版本呢。哦，听过迄国语老歌的，吼、哦，啊，莫文蔚嘛有唱过。啊，我先来演奏这首，那爱听西洋老歌的朋友，足熟悉国标《My Way》哦。啊，这条歌吼、哦，真好听，啊，听起来感觉足正面的，就是鼓励着人爱勇敢面对困难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每一遍吼、哦，我会记得我较早咧演奏这条歌吼。哦拢慢慢仔要到身躯顶，你敢知影？那想着有迄一神挖心呐，唔是神挖心呐，就迄自然迄种吼凝聚迄种磁场能量。啊，每一遍呐演奏拢感觉讲这条歌有够好诶，就是鼓励人爱向善向好吼、哦。啊，咱来听看卖，我来为大家演奏一首较困难的调，较悬的调。啊，较悬的调是要哪讲？听起来较直接、较痴情啊！啊，但是歹演奏啦。啊，哪讲呢？你若演奏无好，哦，会感觉足差的。啊，若演奏真好，是感觉哦，听起来有够有迄个感情哦。啊，我是一个表演者，当然咱爱去面对着这个学乐器的精神，就是唔惊失败，爱勇敢。面对挑战、啊、所以我每一遍拿出来表演，我拢真珍惜这个表演，也是讲吼啊，伫舞台顶无唔对嘛，小可会当练习一下。啊，练习咱唔通惊失败，那无失败变哪有成功呢？对不对？来，破声吹者，送予咱较多点歌，啊，佮每一个朋友互相勉励吼，互相勉励，感谢。
写啊，一首叫。